我们今天要来卖这个，我们家人手一个，我们家人手一个。出货前我都有帮大家闻过，出货前我都帮大家闻过。包茎没臭臭，包茎没臭臭，加起来金嫩 Q， 加起来金嫩 Q，、哦、有效期限三年半，这个有效期限三年半，比我的婚姻还长啊！啊，这是卡针吗？对啊，对，它是一比一的翻模，他本人去量的。哈，掌声欢迎丢丢妹。来，老丁就要靠阿布就要把今日卖啥卖海产卖古。老丁就老公，今日卖啥？卖海产，卖古吧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比利姐，我是比利姐。很多嘻哈歌手会看我的直播写歌。很多嘻哈歌手会看我直播写歌，因为我的直播间有 beef。因为我直播间有 beef。作为一个直播主，做一个直播主，我最擅长的就是鲨鱼。我最擅长的就是鲨鱼。杀龙虾。杀龙虾，沙哑，沙哑。有些人会批评我不读书，很多人会批评我不读书，只能在这边直播卖花枝，只能在这个直播卖花枝。你哪？我说你搞清楚，我说你搞清楚，这是软丝，这个是软丝。我跟前夫离婚的原因是，我跟我前夫离婚的原因是，太多人吃过我的海鲜。太多人吃过我的海鲜了啦！我之前住旅馆，我之前住旅馆，楼上的情侣疯狂，我很不爽。楼上的情侣疯狂，我非常的不爽。我上去敲门说，我上去敲门说，不是说过要老定酒老咖吗？啊，不是说过要老定酒老咖吗？我男友这阵子法郎倒了，我男朋友最近法郎倒了，开车还被撞。开车还被撞，我很会带货，我很会带货，他很会带塞，他很会带塞。之前算命的提醒我小心祸从天降，之前算命的有提醒过我祸从天降。我说那运费怎么算？那运费怎么算？我之前当过安亲班老师，我之前当过安亲班老师。之前学生找我对答案，之前学生找我对答案，问老师说这样是一百八吗？问老师说这样子是一百八吗？我说 man， 我讲 man， 八五够就好，八五的话，我很看好萧煌奇来做直播叫卖。我很看好萧煌奇看做直播叫卖。哦哦，肯定卖的虾虾叫，肯定卖的虾虾叫。伯恩曾经来过我的直播卖东西。伯恩曾经来过我直播卖东西。我说现在下单外送免运。我说现在下单外送免运。伯恩说记得不要给小费。伯恩说记得不要给小费哦。今天叫卖天后难得来到这里。今天叫卖天后难得来到这里。我一定要现场卖一个产品。我一定要现场卖一个产品。来，小帮手帮我上道具。来，小帮手帮我上道具。但我看不到那个是什么。但是我看不到那个是什么。好，你眼睛帮我闭起来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观众也不能跟我说这是什么、哦。观众你也不可以说这是什么、哦。稍等一下。睁开眼睛，好来，老定九老卡阿布九八。老定九老卡阿布九八。我们今天来卖这个。我们今天来卖这个。我们家人手一个。我们家人手一个。弟弟妹妹都很喜欢。弟弟妹妹都很喜欢。这个出货前我都有帮大家闻过，这个出货前我都帮大家闻过。包茎没臭臭，包茎没臭臭，加起来金嫩 Q， 加起来金嫩 Q。我卖物件我家己都有吃过，我卖物件我家己都有吃过。不会用的我教你怎么用，不会用的我教你怎么用。这个有效期限三年半，这个有效期限三年半，比我的婚姻还长。比我的婚姻还长啊！先下单免运费，要的底下摔牌加一。要的现在下单免运费，要的现在摔什么牌加一，刷起来！谢谢大家，我是丢丢妹。阿、啊，好恐怖！这一刀，哇！傻眼，来问一下，第一次卖这个飞机杯的感觉怎么样？
这个真的会有人买吗？就是心里有在猜你们会说什么。哦，这个卡车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这是卡车吗？对啊，对，它是1:1的翻模。对对对，哦，这是屁股啊，他本人去量的。哈，